这么早哦，我们来森林干什么啊？请啊！这是位于乌鲁兰港的这个诺伦巴巴公司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。因为呢，平常都市人呢都一直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做工嘛，然后应该在趁假期的时候，三五成群来这里度一个假日这样子。而且啊，这里很多激烈的活动啊，包括有这个有飞壶啦，有划船啦，有攀岩等等，那能够让我们锻炼我们的身体之外呢，也可以让我们。 促进感情的默契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为了配合今天就是这么大自然，我们请了很多星星，帮你们加油，请我们这边的星星们。哇，我今天的嘉宾都是星光闪耀的未来之星，第三季绝对 superstar 的诗强人马哦。 陈伟队邀请了 Nicole 赖松凤和Will郑信安这对绯闻男女，而美心队也不甘示弱，请来了偶像派的 Eddie 赖永麟和冠军人马 K 郭晓薇。欢迎收看《绝对 Superstar》， 这就外表看似小张样的昆虔，其实是中草药的一种，名为金边土鳖或土鳖虫。它的功效有助于破血逐瘀、蓄精接骨以及散瘀。人们吩咐有营养的东西，当然是要奖赏给今天失败的队伍啦。他听说这个吃了过能够活血散瘀啊，那你们待会要吃多少？我们不用，我们不要。不要吃的话，待会继续一定要加油了。OK。而且呢，其实除了这个来鼓励大家要用心玩游戏之外，我们也有奖品。优胜的队伍可赢取由 Herbalife Beauty Spa 所送出价值1800令吉的护肤产品以及脸部SPA护理，以及 That's Impossible Is Nothing 所送出价值600令吉产品，以及由 Casio 所送出共值600令吉的 G-Shock 和 Baby G 手表。 再多捞多得这一关，不是捞金，也不是捞钱，而是捞乒乓球。每队派出一队男女，男生负责用水瓢来划，而女生负责用渔网来捞乒乓球。限时60秒内捞得最多乒乓球的队伍计算获胜。其实难度在于呢，男生是要趴，就是这样躺着划的，而且呢，划这种水瓢啊，不是用桨哦。你知道制作单位买的那两个水瓢？ 他们就希望每一集节目都用那两个水瓢，今天派出的会是K还有Eddie，加油喽！李少颖哦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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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不要把那水全部泼进 K 身上好不好？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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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呦！全归来，你的手会不会觉得很酸？手不会，反正脚累，脚跟手都会很酸哎。好啦，那他们呢？总共捞到的是26个乒乓球，不错的成绩哦，耶！我们俩划着船来到彩虹里，这两个人非常的在状况里面，他们应该是很开心。哎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参加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水上运动。预备，开始。口太大个了，没有，食中食成就犀利啊！旁边有，旁边有，不到不到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像不合哎。24颗，就我们队呢可是捞了26颗，所以嘿，还有 Eddie 这一组获胜。Yeah！ 所以我们暂时1-0。浮在水上的感觉如何？哇！
准备好就听哨音哦。翻滚着的青春，拉上结果，跳跃的灵魂，爱到无比冷，奔着日月星辰，不认失败来敲门。一切毫无疑问，我就是一百分。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撒野。不相伯仲，对对对，来比赛，一、二、五、十五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十八。虽然我的腰有一点酸，但是我的脚也很酸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赢了。啊 ，Will 还有 Nicole， 让我们拍手 ，Will Nicole。来看看我们会有什么特别的火花。加油！哦，好开心，我觉得我们在度假。对啊。怎样？那边的情况？我是一个身体四完了。预备！阿威啊！这个回合我们食中食反食冲靠大雷的耶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你们很糟糕，刚刚为什么你们会倒反走？让我觉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感很有问题耶。他是用你那个方，我可以叫拖车的来吗？阿威啊！摆明他们是要有这件事情啊！六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个回合我们食中食反食冲靠大雷的耶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你们很糟糕，刚才为什么你们会倒反走？让我觉得如果是往前滑的话，比往后滑更慢。我们来说一下哪道歌，一二三四。九十、十一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八比十六，所以呢，这一关的总分金呢是美心队2-0。在第二关的眼明手快，两队派出一位代表在高空悬挂下，要眼明手快的接获高空降落下来的假钞票，在限时内接得最多钞票的人计算胜出。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吧，就是一堆粉红色的纸，就其中也有就是好像钱这样子的，然后也有就是废纸就会丢下来，然后你就尽量要拿这一个，如果拿到这一个就不算分。好，那第一组要派出就是跟你跟 Ken 啊，你的对决啊，准备。他两个手拿牌，有钱有钱有钱，很难的。要哦，糟糕。左一点，左一点。你看，你看我的手掌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因为他刚才把另外一只手的粘纸粘在另外一个手了，所以呢，他这个手是粘不到，完全粘不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张，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拍出。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他怕高，怕高。不会说的。你是真的怕了吗？你爬很快一下哎，你们就可以开始了啊！好高啊！哈哈哈！点算啊！对，开始。简单，用力，他完全不敢动。来这边，不用怕的，你站全的。拿到几张？一张。飞啊！等他下来，等他下来。亮亮亮！技巧，你要把那个手板打那个墙壁就比较低级。有技巧，有技巧。现在到我女战士要上场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刚才男生都搞不起来。阿美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听噪音哦。好。砸在我脸上，要用你的嘴巴含着那个纸，没有办法了。我们分两分。啊，掉了我的钱！再来！所以接下来到谁？我。陈啊，好，那先陈。陈滚上去吧，如果二赢的话就会1-1，但是希望他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亲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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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好，我们来算一下。加一二，假的被子有多少张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总共有六张。所以呢，目前比数是2-0。刚才呢，我们60秒了嘛，60秒时间在那边刚出太辛苦了，所以呢，主办单位呢就决定了要30秒来定输赢喽。加油，加油，艾迪！加油啊！加油，牙关一下就过了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应战，我们要派出 Nico。Nico， 对。我们跌下去。不会的，跌下来哦，阿班会飞上去。我的跌下来不是嘣一声哦。那个什么的。OK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他一来就粘了好多的感觉。5张，快5张。我们中委队获胜，所以呢就2-2。我们派出人美歌甜的，嘿，加油啦！嘿，一定 OK，OK，OK，、okay, yeah. okay, okay. 加油加油！兄弟吃奶的力量，我很久没有吃奶了嘞。小声加油！好了吗？请噪音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请噪音哦，预备 ，OK， 加油！还有另外一只手啊，你没有钱，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八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小薇恐在克服他的害怕之下，有4张的，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没有流泪。最关键的一个，我们派出。I will. I will. Yeah. 你这个反正还有靠的啦。我们手上啊。4张。4张。3张。你没有拿5张，你掉下来。3张。你没有拿5张，你掉下来。好，准备了没？好了。预备。来到空中飞人这一关，每队派出一男一女，女生要从高处滑下来，把球丢给在船上的男生来接。而这个时候就是要考验两人的默契啦，接到最多球的队伍计算胜出。现在来到第三关，我们大家的心情非常凝重。那其实等一下的游戏玩法，他要先把眼罩蒙起来，然后一开始滑下去的时候，他把眼罩扯下来过后，要把手上的球
丢到土里面。那男生呢，一定要把球接着，那没有接着的话就算输了，一定要接着才算是得分的。我们 Orange 要成为世界上第一颗 Flying Orange。那我们今天派出的这个小弟弟，你看他很可怜一下。快点，很帅啊！所以基本上这一关是很关键的一关，因为刚才我们的比数是1-0嘛，如果他们赢的话，就1-1打平手。所以现在 Orange 就交给你哦，第一棒。好 ，Orange Go！ 给你哦，我嘞，接棒接棒给你了，很不累啊，接棒啦，把弟弟接棒。OK， 对了对了，对了，兄弟。林少云开始。严重。小时候就是他不应该把球丢得那么直，他应该用力拿来抛就比较容易。他直接把球，很难接嘞。不过这样也好啦，这样就我们赢的机会比较大。失败，那个球掉进了水里面没有拿到。然后其实呢，这里我觉得很孤单啊，因为我明明有三个人，可是那两位小姐非常害怕。还好吗？她脸色发青，她很怕高。我听说你去当过兵不是吗？对。有玩过？有，但是那个只有2层楼高，这个应该有整个 flat 更高吧。所以那个是小蛋糕，这个是大蛋糕。对。好。艾迪，准备好了没？加油啊！加加加喽！好，听小英喽。Go！ 哇，很辛苦哦，下雨天还要去捕鱼哎。你以后出专辑就用这样的形象啦。下雨了，所以增加这次这个 Flying Fox 的难度。而且我们这组呢，成为队的关键人物就是 Nico， 所以如果他这次输了，我们就真的要吃虫了，那个虫非常可怕。Nico 加油！现在就要听少音了，一二三 ，Nico 加油！加油加油 ！Raymond。不要加油啊！不要丢，不要丢 ，Yes！ 丢太远了，我看不到东西。陈伟队已经是落败了，就是已经是零蛋了，所以现在要看我们队美星队的最后一棒 K 到底 O 不 OK 呢？好啦，你是最后一棒了，你不要哭了，你先下去就好了 ，OK？ 好乖哦，等一下给你吃糖果。你刚不是有很严的洗头动作吗？怎么办？不能戴上眼罩，戴上眼罩。够了没 ？OK， 不要买写真机好不好？把球拿出来 ，OK。OK 了吗？镇定了吗？我 try try。好久到。我觉得是 Ken 厉害吧。这什么天理啊！好吧，已经下来了。我们的男生怎么没有用？你们不用吃虫耶！不用不用不用！你们不用吃虫，你们下来。好了，就等着受处罚吧。耶！经过1天3关严格的考验之后呢，最终的成绩啊，就是美星以2-0获胜。Yes yes yes！ 金，哎，我不敢拿哎，金边土别。好，一人手拿一只，一人手拿一只。恐怖了！快点啦，快点啦！一个开始。它是脆脆的外壳，脆脆的，里面没有什么感觉，绵绵的，就吃外壳的感觉而已。快快到你们吃！有那么好吃吗？药材味很重，对的。我听到声音哎！还有 Will， 到 Will。你呀！我开门一下。哇！当然呢，输的呢，除了有这个奖，就是惩罚，也有一个奖品啦，就是要鼓励你们300元的 Adidas Impossible Is Nothing 奖品。对，当然也要谢谢我们今天来的嘉宾啊，谢谢 Will， 谢谢 Nicole， 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阿邦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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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Bang, siap, bang, siap belanja makan satu. Apa ni? Sudah lah. Biasa lah, masih sedikit lah. Oh, abang hari ini. 锁定我们的八组，够好玩！